现在就是你，你的香气不可非议，是爱你的证据。想过走下去，不敢不离余生里，只要有你一起。我假装看不清这份爱有结局，倒数计时从相遇那天起，不去碰不敢听，哪怕是遗憾与你，宁愿是梦境就这样不再醒。愿陪你等花开，愿牵你到未来，再也不想让你乱猜，幸福还在不在，不过是两个人相爱。好美的梦啊，我以为我已明白。快帮我换的，醒了，幸亏不是其他女明星，要不然假体都被你撞出来了。你都这样了还有心情黑别人？我看看。挺好的，没流血。你这么激动干什么？你说我激动什么呀？昨天晚上还在山洞，一大早上起来在这陌生的房间，画风差这么多，你说我激动什么呀？而且还有，这衣服，昨天下雨，你的衣服都湿了，所以我帮你换了。只是换了衣服吗？你饿了吗？饿你个头啊，你到底把我带什么地方来了？深山里的度假屋，只有直升机能飞到这里，户外攀岩爱好者也喜欢来这里。如果我在人类社会生活不下去的话，只能住在这种地方，远离人群，孤零零的一个人，真的好惨。有问题吗？当然有问题，这哪是什么深山老林啊，分明就是童话小屋啊。有什么问题吗？当然有问题了，我被你骗了那么久，我来之前还去偷偷学了怎么钻木取火。哎，所以呢，有什么问题吗？当然有问题，我带来复读机啊你。所以看着我被耍得团团转的蠢样，你心里一定爽爆了。你是不是就是故意看我笑话吗？只有我一个人傻乎乎的担心你的未来。静芝，对不起，我不应该耍你。
不过，谢谢你担心我，谢谢。你又要耍什么花样啊？就算我之前做了那么一点点对不起你的事情，你是不是也该消气啦？景芝，我错了，你不是什么倒霉鬼，你是上帝送给我的礼物。你给了我美好的回忆，我们最后这样也算是有了一个好聚好散的结局。很抱歉我不是正常人类，可偏偏还是招惹了你，原谅我。我会永远记得你。以后还有没有一个倒霉蛋吃你做的饭，跟你斗嘴，这么没出息的喜欢你呢？长生很可怕，可是我更怕留你一个人孤独的活着。房里真的有热可可啊。你放盐了？专家说盐能烘托出甜味。好吧，比起巧克力意大利面，咸可可我还是可以勉强接受的。说实话，你做东西真的很难吃，是很恐怖才对。不过很奇怪，因为是你做的，所以我才能坦然吃下去啊。古语曰，情如含笑饮砒霜。你到底喂多少人吃过砒霜？怎么说你是我刚分手的第八任前男友，一个问题都不能满足吗？如果按某些人十年交八个男友来计算的话，应该有多少？穿一枚砒霜五百年。不过我知道你肯定没有，因为你的吻技真的很烂。对了，那这样就是我的第六任前男友跟我的闺蜜勾搭成奸，还跟我的第七任前男友纠缠不清。我的第八任前男友是我闺蜜的脑残粉，还跟我的第七任前男友接吻过。天哪，来个雷劈死我吧。等一下，我什么时候跟李彦之接过吻？你不是做过手验吗？等等，把门关好，不要让任何人进来。
因为酶的作用，用刀子直接划开皮肤是不会流血的。但是针头刺入皮肤，身体自动调遣修复酶来修复伤口。可是针头还在，无法修复，反而直接可以抽取到修复酶浓度很高的血。完全可以不用咬破舌尖来救我，只要一根针管就行了。啊，但是没有人会随身携带针管，所以咬破舌尖喂食是最方便快捷的方式。只是为了图方便？要不然呢？如果有毒舌比赛，本小姐不过是含笑饮砒霜，您老才是真正的舌尖上的鹤顶红，您赢了。回去一定要点一首好心分手。